家里吃的，你先回去吧。给你吃个面啊。回去吧。哎，你好，阿姨。哎，你好，老板。这那张真啊，你是我的菜。是的。你想，他今天过生日，我想借你们厨房做碗面。哎，就一碗面。行，阿姨。那个厨房里的食材您随便用，走，我带您过去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笑的时辰。老板，就是这碗面，麻烦你帮我送过去一下，不要说是我做的啊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来来来，多吃点啊。您好，这是我们店里为您做的长寿面，祝您生日快乐。长寿面。可是老板不认识，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今天生日？不对，我妈。你妈还没有走远，快去追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进去，快进去啊！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告诉我呀，你要急死吗？怎么了？我知道，我在你心里，我也是个孩子，你好好照顾我就行，不是妈不是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孩子。兄弟们。做人不能忘本，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亏欠的只有一个人。